秀开始。高难度瑜伽表演，全场球迷忍不住鼓掌，房檐爆红为职棒开球，但一连串的争议不断被爆出。前年的原相大战，房檐开球前的这一拖露出豹纹比基尼，展现居照杯好身材，但接下来他往前熊抱了大师兄，这一幕却惹得大师嫂不愉快，直言真的很难看，到底在干嘛？以为是在夜店吗？你放在旁边，然后放轻松。号称瑜伽女神的房檐，19腰的好身材，常常上电视教大家维持曼妙身材秘诀。但有人说她教学根本不专业，还发起抵制，让原本要推出的书也临时喊卡。一连串的曝光，房檐甚至被起底说是谎报年龄，33岁谎报26岁。在这边侧身的这部分呢，其实有热热的感觉。19腰女神怎么吝啬秀出好身材？有人称赞，也有人批评。大胆性感作风也让她沾上不少争议。记者陈嘉豪、叶颖台北报道。